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如果湖人在下赛季依旧围绕詹姆斯、浓眉哥以及威少进行阵容的重组，他们是重蹈覆辙还是保留争冠希望呢？答案显而易见，詹姆斯尽管在进攻端依旧保持顶级巨星的水准，但是防守端已经让他力不从心，他很难在整个赛季保持充足的精力和体能。威少依旧很难给詹梅缓解的分压力，浓眉哥的玻璃属性更是让管理层失去了信心，加之这三位巨星的总薪资已经锁死了湖人的薪资空间，菲林卡很难有像样的补强方案。美名及奥康纳近期发文表示，湖人在今年夏季依旧会詹梅为基础重塑阵容体系，而威少是必须要送走的球员。此外，威少目前已经腾空了个人社交账号上关于湖人的所有信息，这无疑也预示了威少离开湖人已经板上钉钉。众所周知，上赛季湖人为了得到威少，将库兹马、波普、哈雷尔已经首轮22号签给了奇才，可谓是让奇才小赚一笔。而奇才在经历了失败的一个赛季后，无疑要决定深层次的重建，而比尔在今年夏季成为交易市场上的一条大鱼。据 NBA 分析网的记者詹姆斯·皮尔西报道，湖人希望在今夏得到比尔，但是奇才并不同意威少与比尔的互换，而黄蜂队期望在后卫线进行补强来辅佐拉梅洛·鲍尔。皮尔西表示，奇才、湖人、黄蜂欲酝酿一笔三方涉及6人和3个首轮签的交易，具体交易方案为黄蜂得到威斯布鲁克，来自湖人的2027年首轮选秀权，奇才得到詹姆斯、布克奈特、霍顿、塔克、梅森、普拉姆利，以及来自湖人的2025年首轮签和2029年首轮签，湖人得到比尔、海沃德。那么这笔交易如果达成，对于三支球队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球哥和大家一分析下。首先来看奇才，决定重建的奇才得到了想要的重建筹码，两个首轮签都价值连城，而塔克和布克奈特都是潜力型新星，值得奇才去培养。布克奈特的爆发力非常出色，弹跳不俗，启动的第一步很快，能用速度摆脱大部分防守者然后杀入禁区，他的左右手都能完成终结，同时他的控球能力出色。塔克的能力毋庸置疑，在获得出手权后，他能轻松砍下30+的得分。此外，身体素质不错的塔克也有不俗的臂展，有潜力成为攻防一体的后卫。梅森、普拉姆利是一名集战力不俗的内线，可以后续交易，也能留队腾出800万的薪资空间。他的合同在22到23赛季到期。那么，黄蜂为何愿意拿海沃德换威少呢？对于黄蜂而言，他们的处境很尴尬。重建吧，球队的实力有季后赛的希望；冲冠吧，又没有绝对的实力。毕竟三球还处于成长期，威少具备丰富的季后赛经验，能够帮助黄蜂的年轻人成长。并且威少的合同即将到期，即便威少不能为黄蜂带来及战力的增强，黄蜂也能在明年腾出4000多万的空间，进而签下1比2名全明星球员。而在新赛季，威少凭借粉丝基数的影响力，足以能带动黄蜂的关注度，增加票房收入。此外，黄蜂还得到一枚宝贵的首轮签，在这笔交易中并不亏。最后聊聊湖人，他们交易海沃德和比尔可谓是一种豪赌，毕竟他们送出了球队的未来，一旦冲关失败，湖人也只能送走主力来换取重建资产。但是比尔和海沃德的加盟足以将湖人带到全新的高度。本赛季比尔场均数据为23.2分、4.7篮板、6.6助攻，投篮命中率45.1%。尽管进攻并不高效，但是他和 CJ 麦克勒姆一样都是进攻万花筒。一旦来到湖人，有了詹梅作为牵制，比尔有望打出高效的比赛。此外，他的得分能力、组织能力都能极大缓解老詹的压力。海沃德在刚入联盟时被赞为白板詹姆斯，是锋线不可多得的人才。尽管经历了大伤，但是海沃德依旧能打出不俗的状态。本赛季场均数据为16分、4.6篮板、3.6次助攻，投篮命中率45.9%，三分命中率39.1%。在大伤归来后，海沃德开始向效率型球员转型，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组织天赋展露出来，帮助三球梳理进攻。无疑，海沃德能成为詹姆斯最佳替补，极大缩减詹姆斯的出场时间，让老詹能在季后赛保留足够的体能和健康。所以，湖人在这笔交易中虽然有豪赌成分，但是为了第18冠冒风险也是值得的。对此，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关于湖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篮网的消息。篮网在首轮被凯尔特人横扫出局，这几乎是所有人都没能想到的事情。可悲的是，作为夺冠大热的篮网，也是首轮八支被淘汰的球队中唯一一支零胜的球队。这样的尴尬表现，无疑给鹰在当下的篮网蒙上了一层巨大的厚厚阴影。名将奥康纳在美媒他热挖中对篮网的未来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对于欧文，奥康纳表示，篮网希望欧文执行未来一年的合同，这样篮网可以将续约问题再拖一拖，走马观花，再试用欧文一个赛季。当然，欧文想要跳出合同，然后与篮网重新签下一份5年2.456亿美元的合同，而篮网并没有交易欧文的打算。即便他们对欧文有所不满，但是送走欧文也很难换回同等级的球星。谈到西蒙斯，奥康纳也是一言难尽。在被交易后，西蒙斯的团队曾放出消息说，西蒙斯很有可能在系列赛的第三或第四场比赛复出。眼看着球队即将被横扫，这个说法又改成了西蒙斯的背部伤势复发，导致其无法出战。这摆明了就是在把篮网的管理层当傻子。而篮网高层也对西蒙斯的做法难以理解。在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西蒙斯甚至都没有出现在球队的板凳席，这并不是积极的信号。据奥康纳表示，篮网如果打算交易西蒙斯，将会做以下尝试。首先，篮网可以拿西蒙斯换戈贝尔。其次，如果湖人打算送走浓眉，篮网可以打包西蒙斯和克拉克斯顿去求购。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和火箭队交易。美媒纳纳利亚萨斯又前代了以西蒙斯为主体的交易做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篮网可以选择与处于重建期的火箭做交易，具体内容如下：火箭送出埃里克、戈登、伍德、泰特，以及来自雄鹿的2023年的首轮签，来自篮网的2024年、2026年的首轮签来交换西蒙斯。那么，这笔交易方案有能达成的可能性吗？目前，火箭已经组成了杰伦·格林加小波特的后场组合，两人都属于善攻轻守的后卫。西蒙斯的到来无疑可以弥补他们在防守的欠缺。虽然西蒙斯的投射能力还需磨练，可是他的防守水准却是后卫里数一数二的存在。西蒙斯曾两次入选最佳防守第一阵容，在2019-20赛季荣膺抢断王。2米11的身高加上108公斤的体重，再配上2米14的臂展，使得西蒙斯有着其他后卫难以企及的身体素质。此外，西蒙斯还可以担任控球前锋的角色。职业生涯场均7.7次助攻的数据，使得他足以担任这支年轻的火箭队中的持球核心。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有天赋不俗的内线球员，如果火箭喜提状元签拿下银实力型内线，那么火箭在内外线都有了重建基石，可以宣告完成重建工作，向季后赛发起冲击。伍德、戈登、泰特的到来对篮网来说就像及时雨一样解渴。伍德是小球时代新型内线的典范，能攻也能护框，投篮能力也在内线球员里位居上乘水准。39%的三分命中率会使得篮网在场上有着足够的进攻空间。篮网在内线的问题困扰球队已久，在对阵绿衫军的四场比赛里，他们的篮板完全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伍德能缓解这个令他们头疼已久的篮板球问题。戈登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本赛季伤愈归来的他再次打出令人惊喜的表现，场均能够交出13.4分、2个篮板和2.74次助攻的数据，投篮命中率高达47.5%，还投出了41.2%的超高三分命中率。篮网需要他这种敢打敢拼的老将，他的到来还能够加强篮网后卫线上的防守。同时，泰特很年轻，攻击十足，防守端也不懈余力，能够成为替补席的有效得分点。综合来看，这笔交易能让篮网获得所急需的阵容深度以及阵容多功能性。不过，对于火箭而言，他们可能不会为此送出3枚首轮签，最理想的筹码也就是戈登、伍德、泰特以及1枚首轮签以及1枚次轮签。对此，大家怎么看呢？